那这题哦，这题其实我都不用，我都不需要看，我先看一下这个东西，这边应该是一个 enter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我往下拉，我可以看得出来它需要跨页标题重复吗？不需要，我就不需要用表格做。我的意思说，所谓的表格是说，我就不需要做了表格之后还要按跨页标题重复，或者是在页首页尾做，不需要嘛？好，那这个地方它有上跟下，有没有看到？事实上它是同一列的。可是它有靠上靠下的问题，那什么样的方式最好做？就是用一个一栏，啊，一列三栏嘛。你最好还是分成五栏，然后中间合并，这样的意思吗？然后这边就会靠左，然后靠下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靠右靠下嘛，那这个就是至中，这样懂意思吗？除非他有特别要求，不然我们就这样做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要求。读取文书档第一段落跟最后一个段落以单栏方式，也就是说，第一个段落跟第二个段落看清楚哦，也就是第一段跟第二段都是单栏的方式，我们不要去改它。其他哦，其他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它这边是不是写其他？其他段落则以三栏方式编排，也就是说，除了第一跟第二，其他的全部从下面从全部都是。三栏，哎，其他哦，然后分栏进去，它有特别说是1公分，也就是说，这地方是1公分，而且它没有告诉你说需要分隔线，可是我看得出来它有分隔线吧，所以要记得哦，赶快写哦，ECM，然后呢，分隔线，你就写分隔线，免得到时候你忘记做啊，你当你看得到的时候就赶快写。好，接下来报表，报表不含标题。砍入第二段段落之后，第三个段落之前，报表它指的不是标题哦，它所指的是这个叫报表，这个叫报表，这个叫报表，而且不含标题，意思就是说它的标题是指这个标题，看清楚哦，这是不含这个标题哦，这叫标题。好，第二段落跟第三段落之前，那报表标题叫产品数量销售报告是在这个地方，哎，产品数量是在上面吗？哦，是在这个标题啊，它在讲哪里呀、啊？报表不含标题，第二段落之后，第三段落啊，报表标题它指的是这边，就这边，不是指这边。OK，好，然后报表上方第二段落之后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要自己再加这个字，好，自己再加一个。好，报表的标题16，也就是这个地方，赶快写16，这边赶快写16，而且是斜至中外框往底，赶快写16斜中外框往底。然后文书资料里面12，你根本就是废话，不用管它。然后每个段落2个字元，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地方先框2个字元，免得你到时候你忘记2个字元。OK，接下来左右对齐哦，你又会忘记左右对齐，所以赶快画一个左右对齐。OK，好，其中分栏的段落加上分隔线，哎，他现在告诉你了，所以你看前后差这么多，他才告诉你，原来他是有分隔线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报表中的表格资料字体为12，12是预设的，那没关系啊，里面一定是12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就先写，他怎么说我怎么写。好，栏位名称的上下跟报表左右各加一个，二又四分之一。栏位名称的上下，也就是上下左右都是二又四分之一。然后呢？栏位记录栏位间不要，意思就是说这地方不要直线，这边不要直线，不要，知道吗？就是照他的方式，说他讲的都是废话。我看他参考单，我只想要知道说他这个框线是多粗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赶快写二又四分之一。好，赶快写二又四分之一。好，接下来报表中的表格标题字体为十二。哦，这一题常会会被骗的原因是因为忘记这是有斜体。忘记有斜体，记得哦，赶快写斜12，基本上可以不用写斜，而且至中。好，接下来他说，表格与左右边界切齐，与前后段落各一个空白，所以赶快跟我写上一个哦。这个地方是 Enter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Enter，所以你要先做 Enter，再做三栏哦。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接下来还有切齐。所以你要做，等下做好之后要做什么动作？
表格要怎么样？最是蓝宽之后，再把它切齐，好，再拉一下，让它切齐，或者是去调表格的位置，知道吗？好，接下来就蹑手蹑尾，那就不用理它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做。一样，新增一个新档案，对不对？空白文件。下课了，OK 啊，下课。我们开档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开一个新的，对不对？开档之后怎么办？一档啊，开档、插档、存档，懂吗？一档是什么？档就是开档、插档、存档。开档之后插档，插入物件，插入。物件下面，等一下，要三角形哦。三角形这个地方有个文件档，好，你一直打物件不行，要用三角形。好，这在桌面对不对？乙级的检定题目 dataset 三，我说这一次你们抽到的是 YR10。好，YR10，你记得哦，要不它本来会用这样对不对？你一定要按所有档案去选。我们今天抽到的是 YR10，按插入，按确定。好，一档。开档、插档、存档，好，马上存档，存成什么？桌面，你的座号加姓名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开始来做喽，做什么？一档做好了，二是什么？断代页，你要记得我们的饼软的时候的口诀，一是档，二是断代页。断是什么？分段就是寻找取代，所以要在常用的地方按寻找。寻找什么？你不要用寻找，按取代。好，不要按寻找，直接按取代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寻找什么？我们说过了，两个 enter 才是真正的段落，对不对？这种一个 enter 的根本就不是段落啊，要像这种两个 enter 它才真正的段落，所以我们先去寻找两个 enter。好，滑鼠一样放在第一个地方。好，滑鼠放在第一个地方，开始寻找两个 enter，指定方式段落标记占一个，这样叫两个 enter 嘛，对不对？两个 enter 取代为真正的段落。那因为有假段落嘛，所以我真正段落随便用一个符号代替。哦，假设 QQ，我看到 QQ 我就知道说，哦，它是真段落，真的吗？好，我先把它的两个段落才是真段落，好，全部取代了，那我就可以看到说，哦，一共有八段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一个段落，我们说一个段落叫什么？一个段落，然后你直接把它 delete 掉一个，对不对？一个段落的就是假段落，假段落我就是要往入的入，这个上让它直接上去，所以这个段落直接要用空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就是都完全没有任何东西。好，所以我直接怎么样？哦，把它删除了，所以一个段落叫做假的，我要把它恢复原状。好，全部取代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有33项的假的。所以你看，刚刚说那个入要上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把假的取代好了。接下来呢，好，真的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刚刚真正的，我刚刚不是打两个 QQ 吗？QQ 才是我真正的段落，所以呢，它把所有的段落，像这个 QQ 才是真正的段落嘛。那这个 QQ 真正的段落的话，打个 Enter 下去啊。对不对？那你要每一个去找，有时候你 QQ 你忘，不好找啊，所以我直接用这个取代。好，这 QQ 才是我真正的段落，我只要段落只要一个而已。好，饼软是要两个哦，饼软的话取代成两个 HAPP，可是这是一个，乙软只有一个。好，一样是八段嘛。好，断代页嘛，二是断代页，对不对？寻找取代嘛，代。寻找段分段代寻找取代页首页尾，好，那就要开始做页首页尾喽。好，页首页尾在哪里？插入什么？页首三栏。好，题主五附件五，然后嘞？框起来，常用，网底框起来，然后这边呢？啊？这不需要吗？好，那这个嘞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页数啊？好，第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没有。PHE
啊，PAGE 啊，OK，P 大写的 P 吗？P P A G E 要不要点？然后要不要空一格？好，然后现在是页首页尾，对不对？好，按一下插入页码，是不是？好，插入页码，对不对？目前为止一。那如果说要供几页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们试看看。没有，我说假设啦，我那天在跟那个谁，跟那个静婷两个人在用说，哎，这个2010的有些东西不见了。那我刚刚看到一个东西，找不到共业，共业在哪里？共业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啊？供给业啊，我们以前不是有供给业吗？第几页供给业？然后我们之前有在，没有啦，Word 里面有啦。我们先再说了啦，好吧？跟我说，既然跟我都教不完，好，常用来，中文新系，点一下，好。英文，哎，你个头啊！12吗？10哈，标准10没错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按确定。好，Ctrl C 贴上，到页尾贴上，然后记得哦，backspace 让它回去哦。好，这是什么？两边不要，这边也不要。好，这边做什么？好，随便呢。好，还有啊，页首页尾还有啊，哦，下面这还要再删掉，那不是更麻烦？你要记得删哦。好，页面框线在哪里？框线跟网底，页面框线。好，先用 EPT 哦，记得 EPT 哦。好，上下选项文字，按确定。好，还有什么东西要需要吗？页，这是断代页嘛？二已经做好了，接下来做三。三四三三三三，好，档案啊，不，版面配置，边界，制定边界，三 table 三 table 三 table 三，新同学转学生还不晓得的，隔壁的同学告诉他口诀，三三三三，接下来做格式了，格式的话，Ctrl A 选取起来，做什么动作？段落，左右对齐吗？好，它跟那个一样哦，跟那个。饼软是一样的，左右对齐。然后呢，第一行两字元，其他的行距什么他都没有讲，我们刚刚都有说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呢，字形还要再做一次哦。OK，接下来做格式嘛，格式一定跟字形有关系嘛，一样是星系，Times Roman。你这边改了之后，等一下我东西进来还要再改一次。等一下，你记得，只要报表进来之后，反正我关门，一定要再重新再改一次字型。好，接下来他说，第一段跟第二段不需要做三栏，其他都要做三栏，是不是？最后段也不要啊。可是我们刚看题目有说最后段不要吗？他没有说，所以你要看一下，一边看题目一边看参考答案。他题目没有说，可是他参考答案是最后一段没有，所以你还是要看参考答案。他说没有说的部分参考答案，听懂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哦。好，从第二段下来，我就要插入表格来看一幕。表格是，所以我要打三个 Enter 下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三个 Enter 下来，到时候表格要插在这边哦。可是它又有个标题，所以我要又要再多一个 Enter 下来，因为这个地方在做标题，懂吗？好，记得哦，这东西你记不记得？他刚刚有说左右要对齐，所以你要 backspace 回去啊。重新来啊！你从这边 backspace 回去，那你说我怎么每次 backspace 回去，我的 enter 都不见了？那你就要用此规啊，记得哦，这是四个哦。好，滑鼠放在这个地方，按检视按，或者是你要去把那个这个地方到段落的地方。OK，第一行不要给它，也 OK，这样的意思吗？好，然后呢，第一个地方你要字中嘛，要打字嘛，它要告诉你哦，这字是怎样斜体。还有呢？有没有底线？没有哦。而且有没有出体？没有哦，是斜体哦，字中。所以你一定要 backspace 把它弄掉啊，听懂吗？好，接下来这个地方真的要插表格。
真的吗？就上下要空一格，所以这个地方要插表格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参考答案。我们这一题在哪里？这个吗？它是要一到几？看一下，到平均数量而已吗？OK，好，平均数量，平均到这边而已嘛。所以它是从这边到这边哦，到这边哦。好，看一下哦，啊，我还没有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做好，这是靠左，这边全部要靠右，对不对？好。好，这个平均数量还要怎么样？还要两个小数点哎，记不记得？好，那常用的地方，这地方要两个小数点。好，这样子吗？而且还要有卡码点，这题要不要卡码点？要不要？要哈，好，那就卡码点。好，卡码点，双按两下出去，哎，又变零了，那怎么办？要框起来做什么动作？出真格。当掉了，在制定的地方，制定的地方在哪里？这地方把它改成 dash 的地方改成零，好，怎么样？然后这边再做一个动作，重新来做两格。我不管你怎么做，你只要做得好就好了。好，再来哦。还有什么东西要做？没有哈、哦。那我框起来哦，框这边对不对？那这边靠右对不对？这边是靠，哎，还没靠左靠右对不对？这地方是要自转靠右。没有，我们原来的附件，我们原来的，我们现在先做，因为你原来附件要做好啊，因为我没有做好，你没有做啊，在五之三。五之三这个是全部靠哪里？靠这边不是吗？然后这边靠左对不对？好。那你啊，这个不就是这个吗？我现在在讲三嘛，我们假设我们要三做好，我们要去三抓答案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去三抓答案呢、啊？先假设是这样子嘛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做好了。好了，看一下哦，你记得哦，那个那过去一点点，好，记得不能让它太紧哦。好，框起来，这是我们的附件式的答案，对不对？好，复制哦，那我贴过去，在这个地方，Ctrl V 贴上，贴上来之后会变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框起来做什么动作？最是栏宽，版面配置，自动调整成视窗大小，这样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哦，这边会变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要自己调一下啊，在这个地方有三角形，稍微拉一下，哎，拉太高了，拉太大了，那我可不可以再这样做？我不知道，试试看。变回去了，好，变回去了。可是你看看啊、哦，这边还是没办法啊，那就只好这个地方怎么样？拉过来一点点，看到吗？拉过来一点的话，它一二三四又没办法对齐了，那你就可以再平均一下。你可以这个地方做什么动作？框起来做什么动作？平均分为栏宽，按右键吗？啊，这边有平均分为栏宽，这样就好了。哎、啊，你看一下啊、哦，可是我当我平均分配的时候，为什么会变这样子？哎，怎么又回到之前那样的状况？这边是 OK 的啊。哦哦，因为这边太紧了，这边太那个了，所以啊，这是这边的问题，所以他要把它弄下去。等一下，框起来。哎，我们这是做直的还是横的啊？直的啊，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状况？等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参考答案，486。哎，这是附件三，那附件五看一下。嗯，那你就要非常的拉好的，好，我们这边先拉的好，来用最适栏宽的方式，好，这样框过去，再一次哦，那最适栏宽啊、哦，没有，我这边要再过去一点，因为它这边卡到这边，我们再拉过来一点点，这样差不多嘛，好，再一次哦，Ctrl C，好，删除喽，先剪下，重新 Ctrl C。Ctrl C，到这边来，Ctrl V，贴上，它还是有一点这个东西，是因为在什么？一样是十二，可是题目要求是十二没有错嘛，是不是？然后没关系，我们先去改字型好了，看一下是不是字型的原因，看一下，中文改成星系，英文改成 Times New Roman。
点一下，大小，哎，它没有大小，哎，12对不对？标准，好，试看看，好，哪一个？所以啊，我们还在做个动作啊，在段落，段落，为什么在段落里面做？跟那没有关系啦，他现在是说这边为什么那么宽？好，我先把它拉过来，到底是哪边出问题？我们先把它拉过来，我们33做的不是吗？那你就要调自行大小，自行间距，想办法自行间距吧。你看，已经这个样子，我们再试一下。你绝对不能让它下去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啊？这一定是有问题的啊，看一下是不是一二三，它有要到平均数量吗？看一下，一二三四，那你就想办法把它缩小一点。可是它要求是12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想办法只能用紧缩的方式啊。固定那还没到固定高度，这挤都挤不下。你跟我讲固定高度干嘛？我们等于说要用紧缩的方式去做的，好吧？先试看看好了，我们先试看，我们先把它稍微缩紧一点。怎么说？字形、进阶、间距、紧缩一点吗？先试看看，先试看看。今天我也不够啊，我知道啊，这边稍微让它进过来一点点，然后这边再过去一点点，看一下啊，好，要找啊，好，然后呢，再把它做平均分配栏宽。平均分配在版面配置，平均分配栏宽，好，再来做框起来。哎，这边又被挤过来，是不是？不然为什么会变这样？我先框起来好了，先去框什么？常用段落，先打勾取消了。先成，我先是用单行间距会变怎么样？这样不够。它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？为什么会多空一格？有没有可能是 comma 点？我们在这边做的关系。我们先试看 comma 点。我记得 comma 点是在这边做的话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所以，我们如果假设我们不在这边做 comma 点的话，我们想试看看哦。我们让它恢复到原来的地方。原来这样对不对？好，我们 comma 点不在这边做。comma 点我们到数值里面去做。comma 点是在会计专用，还是货币，还是数值？好，这个地方做，然后两位对不对？先把它用成零位，然后再针对它到里面去做 comma 点，来做小数两位，这地方做两位，这样做的话过去应该就好了。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在上面做东西。我们重新做看看，我们先把它，又要删除，等一下删除哦，剪下，再来一次。再复制一次，好，到里面去，Ctrl V 贴上就好了。有没有看到？你如果在上面做，会有那样的问题；那这边的话，就不会有这种问题。那这样的话，就上下记得是什么？上下先框起来啊，做什么动作？框线啊，对，字形要先做，还要做外框。外框他说是上下左右都要，对不对？多大？1/2再点它哦，你要先做1/2，然后再点它，然后呢还要做什么动作？再做这一栏也要1/2这一栏，所以一样再做一个什么框线，再做一个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好，这题有个问题哦，看一下，记得哦，这个地方，可能要稍微调一下，
这地方我们没有靠右，我们刚刚又忘记做靠左靠右，那地方全部都改掉了。好，重新来哦，让它先把它移进来一点点，移到哪里去？好吧，复原好了。你要先让它这条线在哪里啊？这条线没有，这条线在哪里啊？这边条。OK， 这边再拉过去一点点，再拉过去一点点，过不去啊？好吧，这样过去，等一下再一次让它过去，这样过去。所以你看，过去之后你才会发现你根本就没对齐，有没有？你根本就没有做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等你让它过去一点点之后，你再做，全部让它，我们刚刚没有做到，对不对？全部让它靠右。好，再来哦。靠右之后，还要做什么动作？对，我们来做平均分配栏宽，好的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记得这种每个字都不能靠，不能太紧，这都不能太紧。那这样都做好，对不对？好，记得哦，一个，你看哦，好，字型还要再做，对，字型只要未来的字型一定要做。所以我说关门关门再关门的原因就是一定要检查字型。好，看一下。字型一样做星系，再来是什么 ？Times Roman 十二，然后嘞，标楷，标准，好，做了之后再往后吧。所以要先调字体，再做这个东西，好吧？再做一个平均分配栏宽，就是要不断的这样子做。哎，你可以看一下哦。我们刚刚又忘记做一个什么动作？自动调整人视窗大小。你看，调整后就好了。OK， 好。然后他说什么？记得我们刚刚明明就是四个 Enter， 对不对？可是他自己又多一个 Enter 出来。记得哦，所以你要再删哦，你不要因为这个 Enter 回家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对一下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平均分配栏宽的嘛，我们刚才是说自动调整视窗大小，那它自动就会帮我对齐啦，听懂意思吗？好，那你说老师，我想要再对齐一点点，没关系，差一点点记啦，记得差一点点记啦，也无所谓。好，对，所以你要自己看呐、啊，所以你一定要不能让它有两行哦，两列哦，一定要记得。好，接下来你这个删除之后，接下来就要做下面，对不对？参考答案里面最后一段是没有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呢，你要记得哦。虽然题目没有讲，可是其他的题目没讲，按参考答案。接下来看一下，我要分栏，对不对？分三栏，然后版面配置分几栏？在版面配置嘛，栏的地方三栏。可是它还要有一公分，还要有分隔线，所以我们就按其他栏，好不好？三栏分隔线，而且每一个间距。好，帮我写一公分或一 cm， OK， 宽度不要理它，我们就先这样打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们试看看呢、啊，很多东西我们就试看看呢、啊。啊，你还有一些转学生呢、欸，公分 ，OK， 按确定。好，这样做对不对？哎，多了一个这个东西无所谓啊，不然你就紧缩呗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紧缩啊，题目没有特别要求就无所谓啊。好、哦，来个 Enter 啊，这个好，还要再上去一个，它多了一个 Enter， 它会自动多一个 Enter 下来，看懂吗？哎、啊，你说老师这个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我刚刚没有框到这 Enter， 所以它会多一个 Enter， 所以我如果框它的话，从再下一次哦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对不对？框到这个 Enter 嘛，好，按叉，按分栏白面配置，其他栏三栏，分隔线一公分，按确定，这样就不会有一个 Enter 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说我要去说紧缩也可以，还是说框起来那个字型里面它有一个设定叫中文字型设定。在段落的地方有一个中文印刷样式，好，这个地方你就是
使用允许标点符号溢出边界，你这地方不要按确定，那么就不会有 enter。 如果你的参考单那个 enter 没那个逗点没有出来，你就在那个地方做，是在段落里面的中文印刷格式，你不要允许它溢出边界，真的吗？ OK， 那么这题差不多已经做完了不是吗？ OK 了哈，好，那就换你们咯。